弟兄姐妹，主里平安。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在这里要一同的来祷告。第一点，我们要为普世的教会，愿教会能够复兴，愿教会广传福音。我们刚刚过了荣耀欢喜的复活节，主的复活大能就是在教会当中，盼望我们用一点时间为普世的教会，愿主的灵在教会里面坚固教会，在这充满混乱苦难的时代能够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为这一点来祷告。天父，恳求你眷顾你自己的教会，与教会同在，主复活的大能在教会当中，圣灵透过教会要彰显出你福音的大能，愿教会广传福音，奉主的名，阿们。第二点，我们为这世界现在的局势来祷告，特别是为疫情来祷告。 COVID-19 病毒的疫情，我们已经有一年多了，盼望这个疫情很快平息，若主有怜悯，在这个地上叫百姓得以过平安的日子，也为着美国的疫情，也为着疫苗能够很快的让每一个年龄层都有机会施打疫苗，好叫我们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为这一点来祷告。天父，恳求你赐下你的怜悯，让地上的百姓在经过这一年多的疫情，我们盼望看到有曙光，让这个疫情很快能够过去。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怜悯，让地上的百姓有平安的日子，更能够认识你就是掌管一切万物的主。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一件事，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教会，在这段的期间，我们有办公室及部分地区装修的工程、油漆跟换地毯，我们一起为教会祷告，盼望这个工程
的进行能够顺利，并且在主面前我们能够欢喜的把一切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为教会现在在整修的这些地坛换地坛的事来祷告。主啊，我们将教会现在的工程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施恩赐福，好叫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仍然安静，预备我们的心，等候我们一起进入崇拜，同心合意来敬拜神。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第六到第七节，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是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让我们同唱《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归神，荣耀归神，荣耀归于最高神，赞美赞美不尽，赞美真神慈爱最深，赞美真神恩济万人，赞美真神神大天庭，赞美神父神子圣灵，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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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最高神，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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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最高神。我们同心祷告。至圣的天父，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敬拜，我们向你歌颂，我们向你感恩。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他，你们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敬拜，敬拜跟侍奉你是你的心意，因此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普天下的教会献上感恩，也仰望在你面前，众教会是你用宝血所救赎来的，是你重价所买来的。主啊，愿教会今天在地上蒙你的恩典，你坚固教会，你施恩在教会当中。当这个世界充满着苦难，充满着仇恨，充满着冲突，充满着危险，教会就在地上发出于主耶稣基督你的真光来，教会在地上发出你真理的信息来，教会在地上发出爱，能够叫人感动。愿地上的教会张开双手来拥抱这世界上被冷落的、被排斥的、被孤立的、被遗忘的这些有需要的人，愿教会把爱、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为这个世上的人来祷告，当世上的居民都渴望着明天会更好，特别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渴望疫苗能够带来帮助。主啊，我们就为地上的百姓来祷告，愿你怜悯，在这一年多当中，有许多的家庭、许多的个人受到了伤害跟冲击，求你医治，医治许多破碎的家庭，求你安慰心里面愁苦的，求你医治有各样病痛的，好叫世人在你面前有平安的道路。就如同你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主啊，
愿这条道路让世人能够看见，并且能够找着，以至于他们不但得到暂时的平安，他们会得到永恒的救赎，永恒的平安。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为教会的重启仰望在你的手中。五月二号我们就要开始重启教会，有实体的室内敬拜。我们将一切的筹备工作，将一切的人员都交在你的手中。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通达的道路，不论敬拜，不论转播，不论网路，不论引导，不论安全，一切都交在主你的手中。预备我们的心，欢欢喜喜要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为着教会的工程交在你手中，最近教会的办公室以及一部分的地区，我们有油漆，有更换地毯。主啊，教会是你的家，我们要预备好，让弟兄姐妹来敬拜，来朝见你，恳求你保守，让这些的工程不但能够顺利，并且有平安。也为着这些负责工程的教会的教牧同工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赐给他们智慧恩典，好叫这一切的进程都能够蒙你的赐福，在对的时间你预备好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你，将教会的新建筑物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使用的执照跟往后的使用都交在你的手中，让这些你所赏赐的能够成为荣耀的见证，成为福音的出口。谢谢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要敬拜，我们谢谢你能够来到你面前，求你悦纳这合你心意的敬拜。你在天上，你就向我们来施恩，赐给凡敬拜你的心灵有平安，有喜乐，有能力，赐给我们在你面前就得到那坚固的信心，赐福给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身体软弱跟病痛要得医治。谢谢主，愿荣耀归给你。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用欢喜快乐的歌声向我们的神来敬拜，唱诗歌第二首快乐颂。快乐快乐，我们崇拜荣耀慈爱大主宰，奉献心灵在主面前，如同花朵向日开。愁我一云，罪恶有尽，恳求救主消除尽。万福之源永乐之主，赐下光明满我心。环绕主座，万物同欢，天地繁荣，作荣光。天使星宿绕主歌唱，不住崇拜永颂扬。天野神灵，高山低谷，青翠草原及海洋。听歌小鸟倾吐流泉，万难百阻同欢唱。主好给予，主喜赦罪，永远祝福是恩惠。主是生命喜乐源头，使人安息最佳美。
真是父亲基督师兄爱中生活借助你，求教我们相爱相亲，同享书生到晚夕。我们不单是用生命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更要用侍奉来敬拜我们的神。我生命敬拜主，求恩主引领我，使用我专心侍主。求恩主引导我，我生命敬拜主，使用我专心侍主。我生命敬拜主，求恩主教导我，使用我专心侍主。求恩主教导我，我生命敬拜主，使用我专心侍主。我生命敬拜主，求恩主带领我，使用我专心侍主。求恩主差遣我，我生命敬拜主，使用我专心侍主。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从这个月开始的未来四个月，我们在灵修的资料，在活泼的生命当中，都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所以我在未来这几个月，我将会分享一系列的出埃及记的信息。侍奉这个字在出埃及记至少出现了18次，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也在出埃及记至少出现了10次。它不仅仅是贯穿了出埃及记这卷书的宗旨，也是神至今对你我们所发出的呼召。为了要让神的百姓去，神用羔羊的血成为以色列百姓的救赎，将他们从埃及地来领出去，经过旷野，直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为了要让神的百姓侍奉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立约，颁布10诫，定下各种的献祭、节期、条例，并且启示会幕的样式，要亲自与他所造的人来同住。出埃及记整卷书可以说前面的19章在说明神如何拯救他的百姓，后面21章说明他们的百姓如何来侍奉神。
我来读今天的信息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七到第十二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呢，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这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另外在十五节到十八节，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实在眷顾了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另外在第八章的第一节讲到，是在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刚才所念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十八节，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可翻成为为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侍奉、敬拜与祭祀这三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出自同一个字 Avada， 意思也相当的类似。当祭司在会幕或殿里侍奉献祭，是为百姓赎罪感恩，当燔祭的脂油的香味上升的时候，上帝的心也得到了满足，这是献祭，这是敬拜，同样这也是侍奉。刚刚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所念的这些经文，可以说是整本出埃及记的缩影，也是出埃及记的序言。第三章七到十二节以及十五到十八节反复的说明了四个重点。第一，神的百姓哀哭的声音，神看见了，听到了，神知道了，神认识他的百姓。第二，神要下来救他的百姓，从苦难中拯救他们。第三，神要打发摩西去见法老，容神的百姓去到流奶与蜜之地。第四，神要他的百姓侍奉他。神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心愿，
一方面叫以色列人去享用神所预备美好又丰富的迦南地，另一方面又让他们去侍奉神。第三章这段经文清楚地看见，首先侍奉是神的心意，因为在第三章的十二节，神清楚地说他的百姓必在这山上侍奉我。第三章第十八节又说，为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第八章第一节也说到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侍奉神，这是神的心意，拯救之后是侍奉他。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可能对神大能的拯救、神的救赎来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许多的人却忽略掉神救赎的目的。不止我们容易忽略掉，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神对以色列人的命令就是清楚地告诉他们，要带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并且要以色列人侍奉神。但以色列人所想到的只是想到流奶与蜜之地去享受，却很快地忘记这位要去侍奉这位拯救他们的神。所以很快地就发生了拜金牛犊的事件，探子以及百姓都对神没有信心，最后导致了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加勒以及约书亚都倒闭在旷野里，不能够进迦南的美地。以色列人这段的历史不好像就像是我们蒙召得救的经历吗？是像一个写照吗？我们本来是撒旦的奴隶，被罪所辖制，与当年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都是奴隶，是被辖制的。我们本来是注定要灭亡的，感谢天父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偿还了罪债，我们才能够得蒙拯救，得永生。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奴隶，出埃及的时候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过去是奴隶，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享受从神来的平安、喜乐、盼望，各样属灵的福分。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够只是在尽情地享受神的恩典与福分，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还要侍奉神。得救之后不只是享受各样的福分，我们还必须要来侍奉他。保罗在罗马书中前八章说明，基督徒的生命因着因信称义成圣，也说到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基督的爱是不能与我们隔绝的。进到第十二章，保罗立刻在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说同一件事情，得救之后不只是享受福分，还必须侍奉我们所认识的神。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他，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乃是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来侍奉他。侍奉神是人蒙恩的目的，这是神的心意。可能有些基督徒他们认为，我不侍奉主只是我不热心而已，哪一天我热心起来了，我就侍奉主了，服侍主了。
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不对的一个想法，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4节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也就是说，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主的话在侍奉的事上是没有中间路来可以走的。从基督徒的属灵的经历来看，一个不追求侍奉神的人，必定在神以外有所追求，或者是给罪跟各样卑贱的事捆绑起来的人。马门的意思是财力，撒旦借着财物来管辖人，来操纵人，使人看重个人的满足，而把侍奉的神的生活放在了另外一边，以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失去了属灵的福分，又为自己添了许多的亏损。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侍奉他。第二，侍奉是神的恩典，侍奉不是一个牺牲，侍奉反而是神的恩典。这段经文看到，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拣选埃及人，以色列这个民族有别于其他的民族，单单的侍奉神，是神对以色列人一个特别的恩典。在旧约时期，神的百姓只有神特别允许的祭司和利未人有资格来侍奉神，其他的人即使是尊贵如君王，也不能碰侍奉的事。做王的大卫在诗篇84篇第10节，他这样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大卫的渴慕是够深的了，宁愿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做最微小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渴慕，却没有办法在神的殿中来侍奉神，因为他不是祭司。今天的基督徒就不一样了，因为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坦然地进到了至圣所，有了基督为我们舍身，有了侍奉的资格来侍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启示录中，基督再来的时刻，我们在天上也一样的要来敬拜侍奉主。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1节说到，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个职分。保罗的意思是说，是因为神怜悯了我，进来给我这样侍奉的一个机会。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可能刚刚好相反，是我怜悯了这个教会或牧师们，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同工，牧师太忙了，太可怜了，我同情他们，所以我加入侍奉的行列来帮忙帮忙。其实上帝不需要我们帮忙，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一定会，也一定能够成就他自己所定的旨意。但神愿意让我们在侍奉上面能够有所参与，叫我们能够分享他工作的果效，同时在侍奉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他，认识他，叫我们的生命得以能够成长，因此能有机会参与侍奉，是神的怜悯，是一种难得的恩典。而且侍奉多，就更显明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何其多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8节也说到，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为什么侍奉不是徒然的呢？我们常常在想说，为什么这句话讲说你们在主里的侍奉不是徒然的呢？因为侍奉
是在主永远的纪念里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回顾我们的一生，在我们一生的年月里面，有多少是在神的纪念里面呢？以后将来我们站在主的面前，有哪些事，有多少事神会纪念呢？而我们因此是蒙赏赐的呢？第三，侍奉是神的赏赐。最近在民数记的查经班里面带查经的时候，看到一段经文，让我更看到侍奉神更多的意义。在民数记第十八章的第七节说到，说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来侍奉我。侍奉不只是神的恩典，侍奉也是神的赏赐。当我们认识侍奉是神的赏赐，那我们对侍奉的态度也就会完全不一样。侍奉神是一生的努力，其实所反映出来的是我们从神身上所感受到伟大的爱。虽然我们从前与神隔离，并且死在罪中，但如今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了活人，并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蒙神赏赐，得了侍奉的机会。这侍奉就与我们的生活生命就密不可分了，我们的人生也就变成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生。第四，侍奉是爱神爱人的体现。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在他里面就有了侍奉主的一个催促，用不着人去教导他，就会有侍奉主的一个要求跟盼望。爱是很具体的，认识了神的恩典与拯救，认识了主，我们就无法不爱主，因为有了爱的吸引，就催促我们去服侍主。如果一个人说他爱主却没有行为，这称不上是爱主了。真爱是会体现在行为里面的，没有爱就没有服侍，有了爱就有了甘心的服侍。一对夫妻，妻子生了重病，先生照顾妻子数年之久，无怨无悔。为什么呢？因为爱妻子，就甘愿服侍妻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舍了自己为我们死了，又赏赐了生命给我们，并领我们进到神面前，与他一起同为后嗣。这一个大爱难道不能够使我们甘心的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在我们这个不配蒙恩的人身上所显出的大爱，叫我们就不能够保留自己，我们要服侍你，也要永远的侍奉你吗？我们若是真的认识神的爱，我们必定会爱神，也绝不会推却侍奉神的机会。侍奉主也不是按次数来算的。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讲到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一个常常啊，就是说明了我们是尽我们一生来服侍主，没有停止，也没有向神请假的事情。我们既然承认或死或活都是主的人，我们就从认识这个事实那一刻开始来过侍奉神的生活。再来，侍奉应该是全教会的，不只是个人的。侍奉不是传道人的，不是我们请一位传道人来，请他来侍奉神。侍奉也不是执事会的事，侍奉也不是团契主席、查经小组，或者是牧师，或者是教会的职员的事，不是他们，是我们。侍奉是全教会的事，侍奉是宽广的。探望弟兄姐妹们是侍奉，打个电话关怀弟兄姐妹们也是侍奉。
为主向人做见证，是侍奉，参加祷告会是侍奉，在家里为教会做祷告也是侍奉，在街上发福音单张是侍奉，邀请人信主，为信主的亲戚朋友来教会也是侍奉，帮忙清洁教会也是侍奉，为教会做义工也是侍奉，这全是侍奉神。我曾经看过一篇的见证，让我非常的感动。有一位小儿科的医生，他讲述了在小事上忠心侍奉的一段真实的故事。曾医生他是在大学城教学医院的一个小儿科医生，也是华人教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有一次他在儿童主日学上面讲到小沙木尔在圣殿里帮祭司以利做事，一个名叫沙利的7岁的小女孩就举手问这个老师说，但是我帮不了牧师，帮不了教会，怎么办呢？曾医生没有料到小沙利会这样突然的来问他，就是刚好他眼角看到了教室的窗口有一个大概4寸高的小玻璃的花盆，他就说你可以每个周日就带一朵花来啊，插在这个花瓶里面，教室就会明亮很多了，不是吗？这也是一个侍奉啊。小沙利听到心里面，从此每个周日就带一朵花来，多半是黄色的。很快的，牧师也知道了，在一个主日的早晨，牧师到教室来借了插着黄花的这个小花瓶放在讲台上面，他当天证道的题目就是忠心的服侍，弟兄姐妹们都得到了很大的造就。第二年蒲公英开遍了草地的时候，小沙利被诊断得了一个罕见的不治的白血病，从此小沙利就不断地进出医院，白胖胖的脸一天一天的就瘦下去。每个主日看到窗台上面小沙利拜托他哥哥带来的小黄花，老师们都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难过。第二年的春天，医生说小沙利的日子不多了，复活节那一天小沙利的妈妈抱了软弱的小沙利来参加他人生当中最后的一个复活节。当牧师证道到一半的时候，会众随着牧师的眼光就看见妈妈把小沙利放下来，小沙利裹在厚厚的毛毯里面，双手紧握着插入的一朵蒲公英的小花瓶，小心翼翼地走向了讲台。牧师看见了，赶快下来把他抱上了讲台。小沙利把花瓶放在讲台上，用虚弱的声音说，我不能够像沙漠那样子帮牧师帮教会那么多的忙，但这个小花瓶的侍奉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荣幸。4天之后，小沙利被主耶稣接去了。我们相信主耶稣会把这个忠心的小仆人小沙利拥在他温暖的怀里面，因为他喜悦小沙利从心灵与诚实的侍奉。这个真实故事感动我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小沙利说，我不能够像沙漠那样子帮牧师帮教会那么多的忙，这个小花瓶的侍奉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荣幸。他本来不知道怎么侍奉的，但他有一颗单纯愿意侍奉的心。弟兄姐妹们，教会快要开放了，大家回教会马上会注意到有2个新的漂亮的建筑物
已经建成了。在这个时刻，教会需要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来参与侍奉。我们从来不怕你不知道怎么样侍奉而说怎么办，但是我们怕的就是没有一个愿意侍奉的心，不告诉牧师说你愿意来参与侍奉。侍奉应该就是全教会的，愿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来侍奉神，能够来讨神的喜悦。要心里火热，要常常服侍主。侍奉神是神的心意，是神的恩典，是讨主喜悦的事情。神的儿女若不侍奉，就必定失去了神极大的祝福。所以每一位得救的人，我们都应该爱慕来侍奉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主，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这个已经几千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也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你拯救以色列人，然后你要以色列人来侍奉你。主啊，是的，我们在今天也是如此。你来拯救了我们，我们要来侍奉你，也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了一篇非常美好的信息，然而你要怎么样回应这一篇美好的信息呢？上帝愿意他的儿女都一同的来服侍他，我们要一起的来侍奉主。你的心里是火热的呢，还是冷淡的呢？你是常常服侍主呢，还是偶尔来服侍主呢？我们今天要唱的回应诗歌是侍主蒙福。诗歌提醒我们说，侍奉耶稣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以及心灵的满足。主里面的喜乐是纯一不用俗的，依靠相信主应许就是天堂，天天侍奉主也必定的会蒙福。你愿意立志要好好的来服侍主，来投入这个侍奉的行列吗？弟兄姊妹，愿意你回应上帝借着今天的信息向你所说的话，你可以拨打电话626-692-5751，教牧同工非常乐意聆听你的分享，与你来分担你所面对的。让我们一起唱，一起的来回应。侍奉耶稣的真快乐，心满足，主里的喜乐，纯一不用俗，依靠相信主应许就是天堂，天天侍奉主必蒙福，天天侍奉耶稣，天天必蒙福，在世每一步都蒙福，有时走天堂在路，我会有困苦，忠心施主一生都蒙福，无论何环境都侍奉主耶稣，无论做何事忠心变蒙福，主
在主里享受主爱的丰富，天天侍奉主必蒙福，天天侍奉耶稣，天天必蒙福，在世每一步都蒙福，有时这天堂在路，我会有宽阔，忠心始终一生都蒙福。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爱你，然我们爱你不够。主，我们也相信你，然我们信心也不足。求主加添我们的爱心，坚固我们对你的信靠。主，我们也愿意侍奉你，然而主啊，多少时候我们软弱，我们退后，我们懒惰，求主刚强你的众儿女。今天的信息，主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重新立志，我们要好好的，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来侍奉我们的主，好叫我们不白占地土，不致闲懒，也不会不结果子。求主听你的众儿女在你面前立志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现在是我们奉献的时间，你的奉献可以用支票，支票抬头上面写 MBCLA，底下你可以注明是经常奉献还是爱心特别奉献。如果你是用网上的话，请看看我们的荧幕上面，按照网上奉献的指示，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奉献。现在让我们为奉献来献上感恩跟祷告。荣耀的天父，万有都是你的，你将一切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你教导我们将当纳的献上，使你的仓库有粮。主，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乃是都是从你而得，求你教导我们欢喜快乐奉献。谢谢你给我们有奉献的机会，给我们有奉献的能力，也教导我们做忠心的管家，好叫这些的奉献能够用在你所喜悦的事上。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请大家在你的日历上面用红笔圈住5月2号那一个星期天，主若愿意，我们定在那一天重启教会的实体主日崇拜，上午9点在主堂的大礼堂里面举行国语崇拜，在教会堂 GWC 的礼堂上午9点同时会有英语崇拜，11点有粤语的崇拜。 Glendora 分堂也会在同一日，就是5月2日恢复这个实体的主日崇拜。无论你是选择亲自的来出席，或者是仍旧在线上参加崇拜，我们期盼这一个安排
会让大家在敬拜神的时候能够有更深刻的一个投入以及体会。恳切地请求大家继续为所有的教牧同工以及许多参与筹划重启聚会的弟兄姊妹迫切地来祷告。在日后按着需要，我们会计划不断地提升聚会人数的限额，增加主日崇拜的次数，而且会逐步地恢复青少年以及青儿童的主日学、各年龄层的团契等的实体聚会。我要感谢大家参与最近进行的有关重启聚会的意见调查，当我们积极地为重启所需的安排做出最充足的准备的同时，你们对于什么时候重启聚会所表达的意见为教会提供了确定这个重启日期非常重要的一些资讯。我们常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变数是我们无法控制也无法预料的。是的，我们应当要尽我们的本分，努力地做好准备。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们的个人或者家庭也做好了准备了。主愿意的话，5月2号我们就会在教会里面见面。在今天这个分享当中，我要用一点的时间与大家分享一下从调查当中所获得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第一，37%受访者他们表示他们会在5月2日返回教会参加实体的崇拜，这个比率在每一个语言组当中是一致的。你们的声音我们听到了，已经准备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热切地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在教会的礼堂里面一同的敬拜神。根据估计，愿意回教会参加实体聚会的人数非常的可能会高于我们重启初期人数的限制。让我再一次的与大家分享，只要我们能够维持报道手续的那个流畅，掌握聚会流程的安排的话，在所规定社交距离的安全要求之下，我们一定会尽快的增加聚会人数那个限额的容量。第二，我们留意到并非每一个人对于立刻回教会感觉到舒适合适或者是自在的，有35%的人表示他们会需要再等几个礼拜。将近一半有这样想法的人，他们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要了解教会卫生以及安全准则实施方式到底会是如何。你们这重要的声音我们也听到了，在接下来的几周教会必定会提供更多的信息，让你们自己可以进行这个评估。下一个礼拜场地筹备小组会与大家分享如何的上网去登记参加聚会整个的过程，以及回到教会的时候需要遵循的一些规则。往后的一周呢，崇拜的筹备小组会给大家介绍主日崇拜流程以及一些细节的调动。我们还会告诉大家如何的来参加即将开始的线上直播主日崇拜。第三，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选择要等待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回到教会来聚会，你们可能在等待不再需要使用口罩了，可以尽情的来唱诗赞美神那个日子的来临，又或者是你在等待儿童事工还有其他事工的重启，以至于你可以与你的家人一同的回到教会来参加聚会，甚至有人等待着疫苗的接种。各种不同的原因，你们的心声
我们也清楚听到了。当我们进行每周的评估以及调整各项事工安全安排的时候，我们必定会记得你们所考虑的事情。亲爱的洛杉矶国语浸信会以及格兰多拉分堂的每一位家人，再一次感谢你们的回应，感谢你们的支持，也感谢你们的带导。在问卷中，我们也收到许多宝贵的意见，谢谢你花时间与我们分享，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与你们保持联系，好让我们在向前踏出下一步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多的聆听大家这一些宝贵重要的意见。最后，愿赐平安的主亲自的随时随事的赐平安给你们，愿主与你们众人同在。再一次欢迎我们在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们，盼望再过不久能够在教会实体聚会里面在这里来欢迎你们，让我们预备好预备心，等候我们重启的聚会。接下来有几件教会我们家里面的事情来向弟兄姐妹来报告。有关重启的这些的详细的资讯，请弟兄姐妹你可以上网 news.mbcla.org 上面有很清楚的陈牧师所报告的这些事项。那么有关重启之后五月份开始，我们实际的聚会也同时会有现场的直播，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到教会来，你在家里仍然可以按照时间跟我们一起敬拜。直播的网络的账号是 media.mbcla.org， 欢迎弟兄姐妹继续参加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7点钟以及每个礼拜四晚上8点钟的线上祷告会。你可以用电话，或是更欢迎你用你的电脑，我们的账号是 Prayer Meeting 15，我们会写在我们的节目单上面。最后一件报告，下个礼拜三要来的礼拜三14号晚上8点钟祷告会之后，我们有家庭牧养会议的预查，请要参加的弟兄姐妹你们注意群组里面的通知。在这段期间也仍然可以欢迎你打电话到教会，教会可以随时的来回应你的需要。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之后接受从神来的祝福。赞美真神万福之歌，是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受从神而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